学姐不给你们买，是教官不让你们动。来队友，点单。单点军训爆笑瞬间。说，你上哪？啊，解开，放热。哇呼呼呼呼呼！耶呼！耶呼！操！操！去你妈的！操！操！多摸鱼了。啊，有没有挑战我的同学？报告有。啊，你有什么可豪横？我操，这年轻人！教官，你哪年生的呀？你看我像哪年生的？我看你有点像我岳母生的。你找锤是不是？晕倒，赶紧抬起来！做些训练。干啥呢？赶紧给我跑！跑起来，快点！干啥呢？哎呀！跑起来！我操！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留不留？梁长贵，留不留？你留不留？哎，梁不梁贵？留快个毛！米啊，到，哪里躲？报告，穿得紧。哪里躲？报告，穿得紧紧。哪里躲？报告，穿得紧。哪里躲？报告，穿得紧。OK，nice。有没有女朋友？有。有女朋友的，全部快呀！哎呀！别出声！有女朋友的，我充200；没有女朋友的，现在。年纪轻轻谈什么恋爱呢？好好上课，他不香吗？真的是，哎，回家回家。说，一、二、三，哦。看到这里大家暂停一下，想谈恋爱的兄弟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去牵手，不怕要求多，要求越多找得越准，找对象就用牵手。哎我操，救我救我，有人晕倒了，救我。没事，教官我们来。我让你们自制武器模型是为了锻炼你们的动手能力，大多数同学都完成得很好，你们这几个花钱买枪械皮肤的就完全没有必要了。还有极个别同学，那怎么晾衣杆泡沫箱我都能忍。来，这位同学，你这木棍子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叫什么名字啊？好的，下一个。停。再笑一个。来，全体都有，对了，你俩之前做什么工作？真的睡着了？真正的大师，你摸摸。今天早上睡醒的时候，那个脑壳挤嗡嗡的，然后那个帽子我放在那个枕头边上，被人家偷走了。谁偷走了？不吉利我。不知道，不吉利我。不知道，不吉利我。不知道，不吉利。哪有丢我到地步？关注我，一起学中文吧。